初姬的家属在吗？初姬，医生，快治好他呀，他不能死！初姬，初姬，初姬，醒醒！初姬，初姬，顾总，初小姐她没事。 初姬呢？你来干嘛？让开！钟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陪钟毅来看医生，听到护士说到你的名字，放心不下就来看看。你怎么会受伤呢？都检查了吗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事。你在门口看到人了吗？门口没有啊。他俩走了。好吧，主角团算是凑齐了。 真希望故事是他们的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是不是头疼？我叫医生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看我还是先出院。不行。233病房吵什么吵？其他病人还要休息呢。身体重要，女生比较会照顾人。今晚我陪你。姐姐，还是我留下来吧。不用了，我是老板，也是她男朋友。 理应我来照顾。你是老板，就更应该去公司。我把工作的交代清楚了，我留下来。我现在回去，车阿姨肯定要问你，还是我留下来吧。初姬是因为我才受的伤，还是我来吧。